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second panel begins with a keynote speech from CEO and founder of Binance, Mr. Changpeng Zhao. So my name is Changpeng Zhao. I'm the CEO of Binance. Probably eaten by the tiger. 所有的 blockchain 行业里面，第一次能够在联合国办一个论坛。 好，那今天也是非常开心啊，就邀请到我们币安的创始人兼 CEO 长鹏总啊，能不能先简单的来帮我们来分享一下您所理解的这个区块链呢？ OK， 就区块链呢很简单，从概念上就是它是人类第一次一群人互相不认识或者不信任，但是可以共同的相信一套账本，也共同的维护一套账本。这个技术以前从来没有，从概念上很简单。 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方法，我们大家都不熟悉，但是我们可以同样相信一套账本，而且这套账本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份，每个人每一份都是一样的。有了这个之后呢，会有很多很多影响，有很多新的应用可以做，所以主要区块链最核心的这块就是这块而已。当时是基于什么一个原因，然后有这样一个初衷来做创业呢，当个创业者吗？其实我创业了很多次了，对，然后中间其实也有失败，然后也有几个成功的，但是我觉得做币安这个使命对我来说，就是说我经常会说。 这东西就像我的人生中的使命一样，我迟早会做这件事情的。做币安的话，因为它是做 BB 交易，它对技术要求比较高，然后对其他的东西呢，商务上啊或其他东西要求是相对来说低一些。然后它现在就我们在一个互联网的时代，可以做一个非常互联网化的平台，所以就包括以前 Bloomberg， 然后是做交易系统的，在富讯也是做交易系统的 ，OKCoin 也是做交易所，唯一 Blockchain.info 是做钱包的，然后它那个跟交易所没有关系，但是它也是区块链很核心的一个东西。 所以就我觉得把我整个所有的经验全部加起来，我就会做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也非常有意义，也可以做得非常好。所以其实还是在做自己擅长的这样一个事情。对。但是目前国家出台了政策，可能关闭了这个交易所啊，就交易平台，对于这样一个政策，会不会对币安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呢？影响肯定是有的，但是我觉得每件事情它都会有两面，然后对我们来说，短期来说肯定是非常不利的一个影响。 比较好的呢，是我们的投资人都还是非常支持我们，但是同时呢，我觉得就我们要尊重中国做这个决策，对，因为管理一个大的国家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个行业呢，的确我觉得特别是跟 ICO 相关的，的确有点过热，然后交易所有点过于泛滥，币安呢海外业务因为比较强壮，所以我们海外反而不受影响，然后这个时候呢，有些时候其实也有很多机会。 现在国内交易所突然不给做了，其实国外现在目前是短期之内肯定会受负面影响，长期来讲的话，那可能国外的交易所会发展的比较火热，像日本啊，现在又是全球最大的交易所市场了，然后所以就是这里面每次变动的时候都会有些新的机会出来。 然后我们只要抓得住这些新的机会，也不见得是坏事。您刚刚也提到这个 ICO，我们知道 ICO 现在已经被叫停，然后这个比特币也是暴跌，所以很多人他会把区块链和 ICO 和比特币是连在一起的，很多人他会混淆这个概念。就说这三个 ICO、 比特币跟区块链是完全三个不同的概念。对，他们虽然是有点相关，这个就像说交易所、券商跟投资者，虽然都是在这个股票行业的，但是它是三个不同的东西或者三个不同的角色。 ICO 呢，主要是用数字资产来融资，它用了比特币，用了以太坊，但是它自己是一个融资的概念，所以这块的话，我觉得本身我在政府干预之前，我们也自己觉得这个行业也太热 ，ICO 有太多不好的项目都在骗钱啊、圈钱啊，所以这方面的确有很多风险，这个必须要管，你不管其实反而后面问题更大。 那我们非常尊重政府的决策，那中国不给做，那我们就在中国不做。其实我们在决策出来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停了。然后那个比特币呢，跟区块链其实也是两个不同的东西。比特币是用了区块链的技术，或者说比特币是区块链的第一个应用。这个区块链可能它的这个有一些技术风险吧，因为受到过很多人的质疑。那您觉得目前它存在一些什么样的技术风险 ？OK。
我觉得第一个层面是说，多数用区块链架构的这种数字资产会有一个51%攻击的一个可能，这是一个风险。区块链被51%攻击的这种，多数是在这种新的技术创新者团队上面，他对这个机制可能要设计的比较好一点，而且那个权力不能太集中，一定要很快速把它扩散出去。所以参与任何区块链资产的这种，不管是投资啊还是参与啊，一定要确认这个东西是足够分散化，不要是一个很小的东西全部还是握在某几个人手里的。另外一块的话是在做钱包的管理上面，因为多数的区块链还是用钱包是有个私钥，这个它私钥加密本身的加密是很安全的，但多数人是加密的那个东西它保存很难安全，因为你需要保存自己电脑上、自己手机上，然后你要保持别人两个部分，一个是不能被别人偷走，一个自己不能丢掉，不能忘掉。对，所以说这块的在自己的电脑安全，就现在很少有人说我自己的电脑上的东西永远不会丢掉，也永远不会被别人偷走。所以说这块东西是很安全，是很难做的。但这块东西不是数字资产的安全，是自己电脑的安全比较弱。很简单的方法呢，就是说你买台电脑，什么都不装，只装链的，自己的那个，只放自己一个钱包，然后平时不插网线，然后不要下载软件，硬盘要做一个备份。然后备份的话，一般用个软件叫 VeraCrypt， 这个一般是在业界是加密来说比较安全的。然后头脑里一定要记住一个密码，然后就有一个密码你一定要头脑里记住。剩下的嘛，就是这是一个新兴行业，有很多人打着区块链的牌子做完全不是区块链的东西，再去骗钱啊，去忽悠啊，这种东西也很多。不管投资或者参与或者是使用任何币的话，一定要对这个团队了解，一定要就是一定要自己去花时间做功课。你不能说哎，我朋友跟我说这个币价格在涨，我就跟着进去，那么这个时候你承担的风险是非常高的。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投资赔钱了，你只能怪自己，不能怪别人，不能怪别人跟你说，而是只能怪说你自己没有做这个研究。区块链其实有很多很多应用。那您觉得未来它可能的发展前景或者发展的应用还会应用在某一些哪一些行业？区块链有很多很好的概念，就每个概念都成立，是执行把实现会有很多的难度。但是概念上来说，你可以做一个去中心化的滴滴，然后就是你发行一个币，然后说我拿这些钱去开发完了之后，手机自动定位， GPS 自动定位，定位完了之后车来了帮你接走，最好是无人驾驶的车，然后你下来之后就自动把你的账号里的感觉，这些都是我现在完全不相信的，但是可能真的就像你刚刚讲的互联网的那个时代，90年的时候大家都不相信，对，可能再过10年我再一次来到这里来您来接受我们的采访的时候，可能这些全部都已经可能会实现。刚听你讲那么多，我觉得不做第一的话，这个中间很多因素，这里面有几个东西是非常核心的，包括我自己，包括我们的团队，我们都是以保护用户为主，所以就是这个理念我们是贯彻的非常透彻，所以在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上面来说，其实有很多很小的事情我们都在保护用户，包括是去年的 ICO 退币的时候，我们保护用户保护得很好，然后在每上币的时候，我们一般是保护用户保护非常好的，然后用户时间久了的话他自己会知道，所以就是我们在外面其实并不打很多广告，但是我们的用户都是口碑相传过来的，所以就是这块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那另外呢，我们的团队的战斗力是比较强，用英文说的大家比较 hardcore， 就是大家战斗力非常强，还非常团结。另外呢，我们的运气也非常非常好，就是在整个这个币安的成长过程中间，我们的运气是因为我们做决定的时候信息是不完全的，有可能会做错决定，我们也做过错的决定，但是错的决定非常少，所以就是整个运气成分还是占了很多。我觉得这三个是大因素，就是我们的原则是保护用户，用户也理解，用户也知道，用户现在都不傻，然后我们的团队的能力还有我们的运气。国内的媒体实际经常会传出币安有一些造谣的东西，然后币安一直处于澄清造谣然后辟谣的这个状态，那这一块你怎么去看待呢？我觉得这个很独特的是，那个中国的媒体报道的跟外国的媒体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国外的媒体呢是真的是比较中性的，但是国外的媒体像包括彭博社都有造谣我们，然后那个也都有诽谤我们，然后但是有些时候他不是故意的，他就不懂，国外的新闻写得好好的，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就翻译错了，然后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英文不好还是怎么样。媒体呢为了造这个新闻，他总是把标题写得非常恐怖，他们就算发一篇错的黑我们的文章，有时候那个传播率会比发一篇说哎 BI 好好的这种文章的吸引力要强。但反过来说呢，对我们 BI 来说不见得是件坏事，其实最怕的是没有曝光度，就是公司里面有坏的新闻，有好的新闻，还有没有新闻。其实最坏的是没有新闻，有这么多媒体经常会说拿我们出来写些事情，代表其实我们的还是很受人家关注的，我们是很拉眼球的。那这件事情其实总的来说对我们来说是好事，
就是我们每一次被黑，每一次被澄清了之后，用户对我们的被黑的承受力会强很多。所以现在如果发一篇黑我们的，他们都用户都知道，就是我们的铁粉都知道。然后我们有一些新的用户刚进来，对这个行业不懂的，他们会被吓跑。但是同时，我们已经有的用户他们会更铁，就反而把我们的用户体系，做得更巩固。总的来说，我不是特别担心。我觉得时间长了，人都是很聪明的。时间长了，哪些媒体靠谱，哪些媒体不靠谱，人也会有判断。然后哪些媒体爆发了假消息，造成价格跌了，造成别人赔钱，人们心里都会记得的。然后时间长了，还是好的媒体会走得远，然后好的平台会走得远。有一个比较著名的一个区块链人物的一个漫画，您被画成是黑豹这样的人物，一个多金的王子啊，然后他也是一个斗士，你感觉贴切吗？这个人物？Marvel 的那个其他的系列，像钢铁侠这些东西我都看过，但是就刚刚好没看过那个。我朋友跟我说，是不是他们觉得你去非洲了晒得比较黑，把你画成这个？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但我觉得我的个性里面是这样，就是我对权威不恐惧，我也不憎恨。我是水瓶座的，我也是非常水性的一个性格，就是别人过来的时候，我尽量容纳，冲击的比较厉害的时候会激起点水花，但是一般来说，就水一般就会等一下就平静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包容力是非常强的。我觉得水有另外一个很强的特色，是跟我性格比较有关的，我们是无缝，就是我们是渗透式的，只要是我们能够冲得过去，只要是能够我们流得过去，我们就会绕道而行。我性格其实是一个很平和的性格，在团队里面应该从来没有说过大吼大叫，从来没有骂过人，然后我是一直很稳的，但是我的原则性是非常强，就是我是很柔中带刚的这种性格，然后我一直是坚持推动我觉得有意义的，对人类有帮助的事情。那我觉得区块链数字货币这个行业对人类对整个行业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我们一直在坚持做这件事情。做件事情的时候，我不是一个攻击性很强的人，我们从来没有针对任何政府、任何公司、任何人，我们不做这些事情，我们就在推广行业而已。实际在我看来，葫芦娃里面的千里眼有可能更适合我对您的认知。对，因为千里眼貌似他能洞察一切事情，而且能走在前面。当国内那个时候还都不知道什么叫 BB 交易的时候啊，然后币安呢就做了中国的第一个BB 交易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所，然后到去国际化做了全球的交易所，包括到币安也有了自己的公链，包括还要去做去中心化的交易所。那你能谈一下子币安的现在的布局是一个什么情况，然后以及完成了吗？我觉得说我们有千里眼这个事情其实有点夸张。我们是做很多决定的时候是我们是没有完全信息的，你是要基于不完整的信息去做决定。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做的比较好的是我们做完决定之后，若是错的决定我们很快就认，然后若是不好的决定呢，若是走偏了一点我们可以马上回头，所以我们的调整速度非常快，对我们自己的风险控制会做的比较好，就我们觉得一个事情风险比较高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及时准备，然后我们把这个及时准备做好了之后，很多时候突然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好像就已经就像我们预先预见一样，但是其实并不是说我们能够预见，而是说我们在前期的这种风险的防备的措施上面做得比较足。币安现在是 BB 交易所嘛，然后在中心化的 BB 交易所这块我们做的应该在目前的行业里还可以，然后但我觉得这个行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另外我觉得去中心化交易所其实肯定是一个趋势。区块链这个东西它就是去中心化的嘛，然后现在在去中心化的交易所上面有一些性能上的限制，所以它就是比较慢，手续费比较贵，然后比较难用，然后也没有说实在也没有比中心化的交易所安全，它基于这些东西的话，它的交易量做不大，流动性不好，那么就恶性循环。那我们也想把这块补足，所以我们在这块也有投资，我们有投资外面的就是其他的团队做去中心化区块链的，我们自己有做我们自己的链。我们现在币安在做的很多事情，不是说我们要在这个行业里面把市场占有率占得再多一点，而且很多其他的交易所可能看我们觉得我们是竞争对手，我们看其他的交易所基本上很少用竞争对手这个角色去看他们，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我们都在花很大力气在帮其他的交易所，这个中国这边他们可能比较难理解，但你看我们在海外的就国际化的几个交易所基本上从来没有黑的，我们从来没有互黑，从来没有互相怎么样，而且都是在帮忙，然后我们其实有一些沟通渠道是互相在帮忙的。币安实验室也非常特别，我给他们的宗旨是说我们要投长期的好的项目，能够对行业成长有帮助的项目，就是特别是这种基础建设的，做区块链的，做钱包的。如果说我们投了100个项目，其中里面大概有大半会不见，然后有10%、20%是勉勉强强可以持平，然后有10%的可能做得不错。
如果平均来讲的话，我觉得多数平均值肯，我觉得是跑不过 BNB 的，就是我们拿 BNP 去投，还不如留着 BNB。然后再好，从那个纯粹赚钱增值的角度来讲，我非常自信的 BNB 的增值会绝对会跑赢所有的项目的平均值。我们就算我们经销 T 选出来的项目的平均值，那么为什么还要投钱呢？我们需要让行业得到发展，所以就是我们要投对行业有建设的。从这个角度出发的时候，我跟这团队说，我们不会看你的投资回报率，你就投好的项目就行了。你知道投的好项目里面有10%，后面是成为行业里面是基础的就可以了。所以这样我们投资团队没有压力，然后我们也不需要给外面的投资人报表，然后也不需要就是没有这种传统的那个这种 VC LP 这些压力。然后这也是我相信这也是个非常新的模式。我们还有一个 Binance 的慈善基金，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人领投的，牵头的，然后他已经答应了，但是这个消息还没有公布。这个东西我们的宗旨是说要去普及区块链，我们要去教育区块链，就要去第三方国家，这种像非洲啊，像其他这种发展比较不好的国家，还是比较落后的国家，然后去给他们教这个教育。所以就是我们会现在在非洲那边已经是有一个1000台电脑的计划，这一千台电脑会给年轻人去学区块链，他们再去教育其他的人。另外一个比较新的，我们会马上开始，已经开始在做的是，我们会叫 Binance Research， 就是我们的币安的分析。因为我们现在上币，我们会有很多审核，很多项目说得不到我们的反馈，填了表99%的项目填了表之后就啥声音也没有了。大家需要声音没关系，那我们给你反馈，我们就会非常直接的把我们的评价贴出来，公开的，这个项目的评分是多少。然后我们的评价为什么不上，或者为什么现在不能上，目前不确定在行业里面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但是这个是币安的官方的评价。币安现在没有期货交易嘛，对吧？那对下一步有没有其他的金融的衍生品这一块的整体规划呢？我们其实在最早的时候白皮书里面是有写到说做杠杆，然后做期货，然后我们后来想了一下，我们觉得我们要把这个币的自由度分散给更多人，然后那如果是这个是我们的初衷的时候，那我们想说做杠杆有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好像没有。那杠杆只是说给了另外一帮人更大的这种更大的玩法。然后期货也是一样，期货一般都是带强杠杆的，然后而且期货跟这种杠杆交易里面有很大的程度的操纵性，很多数字货币是不具备这个深度去做这种衍生品的。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后面想说，那你看做去中心化交易所是不是把币散到更多人手里呢？那我们觉得这个是，所以我们决定先做去中心化交易所。所以我们短期之内会把那个做杠杆跟期货的计划往后推，我们把做去中心化交易所的计划提到前面来了。所以这个跟我们的宗旨有一定的关系。看您现在基本在各个国家跟政界的总统啊、总理级别的人打交道，那所以跟总理打交道是一种什么感受呢？其实我接触的更多，我有很多很多没有公开，然后跟我公开的这些呢，都是对这个区块链行业已经比较熟悉，而且比较公开的说要支持这个东西的。但是接触下来之后，我觉得现在各国的领导人对这东西认识都已经比较深了。有些国家是说不许 ICO。有些国家是说有些其他的一些要求，但是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说要放弃区块链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强的、非常好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业持久的会存在。从我们宣布去马耳他之后，应该有三四十家公司要去，就区块链公司要去，每一家去的都基本上投资都是在1000万美金以上的。在过去一段时间，我跑了好多好多个国家，我基本上就是有段时间我有大概有那么快一个月，我几天就换一个国家，几天换一个国家。但是我们比较幸运的是，我们在行业里的口碑特别好，因为用户对我们的口碑反馈都比较好，所以我们会受到非常高的高层的一些，就是我们会受到邀请。我从来没有主动的去跟任何一个总理说，我过来见你。我这个人的性格一般不太会做这种事情，而且我觉得我们也不太会去求人家，求了也没用。然后如果别人已经了解了，别人想找我们，我们是非常乐意过去的，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被动的。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我们运气非常好，但是运气非常好，我觉得有另外一点我现在慢慢理解了，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做的事情正，所以这块我们一定要继续把这个事情做正，把我们做一个非常非常标准、非常保护用户的交易所，后面的事情我觉得会慢慢越来越好。美国纳斯达克这边好像是宣布要做官方的交易所了，对，那包括实际币安有相当量的用户，实际都是美国的用户，那这一块到底会，您感觉官方的入局会对币安呢，或者说其他的民间交易所会不会产生冲击？我觉得冲击肯定会有，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看到那个消息的时候，我真的非常开心，他们能够在合规上的协调，去对监管层的沟通。
会比我们强很多很多，这块是我们非常弱的一块。他们有这些有这传统的这套体系在，他们的体系也非常大，我觉得这块他们会对行业起到非常正面的作用。而且他们进来了之后，你说纳斯达克上面本来有多少资金在交易，现在突然一下，哎，这些资金他们很快的可能就会更容易的、更放心的进来，对吧？所以我总之来说，我觉得是件好事。然后我们也会，这个对我们来说，我觉得这种正面的压力。然后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服务做得更好，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产品做得更好，然后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用户服务得更好，然后所以就这块我觉得对用户来说是好事啊，对我们来说也是好事。啊，这种整个行业变好的时候，行业会变大。从 BN 的角度来讲，我们不怕走在第二。BN 不是全世界第一个 BB 交易所，而且我们起来的时候，很多人说你干嘛在做一个交易所？世界上已经这么多交易所了，我们不怕做第二。你看很多很伟大的公司，他们都不是第一批的。你知道，谷歌不是第一个搜索，谷歌是很后面的搜索引擎。Facebook 其实也是很后面的那个社交平台。然后，所以这些我们都不怕。我觉得就是还是要把核心的东西做好，然后用户自己会选择。还有很多的大佬，比如说马云呢，比如说巴菲特，他们实际不止一次在公开的场合上发表他们对数字货币一个不看好的一个态度。对，您这一块您有什么看法吗？他们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非常成功的一面，我觉得这个我们还是很佩服他们的。但是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不同的意见，我觉得这块我其实很多年前就说过几年看看，然后我们2013年的时候说过5年看看，到今天那比特币涨了这么多，那我觉得还是让时间来证明。我个人的看法还是区块链数字货币这个行业还是发展还不到千分之一，后面还有几千倍的发展空间。我在就是区块链这个领域里面参与的或者花的时间应该比他们多，他们有可能比我聪明，但是我个人的看法就是现在应该很少有什么大佬能够改变我的看法，我觉得我改变他们的看法的可能更多一点。我们历史上也见证了很多人开始说比特币不好后来又转过来的，包括 JP Morgan 的，我相信慢慢的他们会转变过来，也有可能不会，这也没关系，是个人自己选择。每个人的看法不是那么重要，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还是从每个人自己，你自己的话是需要去研究清楚，然后了解这东西。你了解了之后，你交易过，你在区块链上转过钱、转过账，你在交易所上交易过，你持有过这种币，你知道它是怎么工作的。